什么话题，还没稳住扑通扑通的心，远处走了熟悉的身影，时间时间能不能先暂停，再多调整下呼吸。哎呀，怎么你就突然在我面前那么温柔好看眉眼，其他人我全都看不见，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摆在哪边，也许阳光让人晕眩，傻里傻气不能被发现。哎呀，怎么你的笑容那么灿烂，好像已经叫我看穿，拜托不要再对我眨眼，慌慌张张低下头盯着那路面，赶快思索怎么脱险，手一落入你掌心里面。晴朗天气，空气清新的有点甜蜜，浪漫的咖啡店门口等你，今天聊什么话题。